是歌手周深，你们好。又在默默为河北灾民捐献物资，每一次周深都是默默做事的小太阳。2021年河南暴雨，他捐的物资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。2022年上海封控，他捐赠的也是物资，直接捐赠物资是最迫切最有用的。说实话，对于捐赠者也是最麻烦的，需要自己做好各种的对接，每一次他都默默地做好一切，不声不响。愿爱生生不息，这一句话真的很戳人。这是周深给河北灾区救援物资上的一句话，如果受捐方不发的话，或许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周深竟然默默地做了这么多好事。他总是低调做人做事，但是他的好只有从别人口中说才会知道，自己从不会主动提。不仅唱得好听，时刻不忘做爱心公益事业，哪怕网上的人不了解恶意重伤，他都没有给自己解释过一句。他总是温柔地把爱和温暖传递，真的是强大又美好的一个人。今年的七夕特别节目呢，需要我们每一位歌手去自己选一首歌，然后自己去唱出自己想说的话。然后当我接收到我要演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，我纠结了非常久，也认真地想了非常非常久，最后选了这首《人间星河》。因为在我们七夕特别节目里，我们看到了非常多我们身边人的故事，是身边人的温暖和幸福。这一个个故事，它就像星星一样发光，去汇聚成了最美的人间星河。也很开心我在星娱跟大家创造了属于我和你们的故事，你们好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在的这片人间，也就是最美的人间星河。希望我们永远有一颗永远轻盈、永远滚烫的心，一起发光，相互辉映，去点亮更美的人间星河。8月4号，周深在江西星娱录制了央视总台的七夕特别节目。录制七夕晚会现场精彩花絮掉落了，通过介绍知道周深是最后一个压轴演唱，而且是自己选择的《人间星河》这首歌曲。星河是电视剧《破晓东方》的主题曲，周深声音清亮干净，演唱饱满深情，讲述着前辈们的英勇与炙热。祖国就是所有为之拼搏的人心中不变的星河。周深说，我们看到很多身边的人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像星星一样发光，很开心在星娱和大家创造属于我和你们的故事，我们一起发光发亮，相互回应，去点亮更美的人间星河。录制间隙，周深和粉丝互动，清唱了《大鱼》《起风了》《若梦》。周深在演唱时第一遍放了原声，深深唱了两句就摘了耳返，说哎，老师不用放这个，自己还碎碎念，放着这个我也不会唱啊。导演走过来说，周深老师放的伴奏不带人声的，全开麦真唱，不用电音，甚至不用修音，是周深的常规操作，已经不需要多说了。哪怕是在央视总台这样的舞台，小编特别想说另外一件事情。周深问粉丝，如果我开演唱会，你们会来听吗？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演唱会已经在安排了？所以这是一个预告，对吗？肯定是预告。小编觉得9月29出专辑，10月演唱会，最迟年底或者年初，大家觉得呢？真的，我说。
后，今晚舞台2023将迎来第二期的节目，备受瞩目的全新音乐竞演节目舞台2023开播之后立即收获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其能脱颖而出并非偶然，充满看点的嘉宾阵容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。首期节目为了满足歌迷的期待，周深一开场就展示了绝佳实力。正如大家所说，他的热情演绎和教科书般的唱功为整季节目打响了名号。期待周深今晚带来的精彩。如果我开演唱会，你们会来听吗？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，好快！哎，你们没有。